你看，我在路边上发现了一只小蓝狗，全是白色的，好可爱。要不要带回家？这个应该有个一个月左右的小蓝狗吧。它妈妈都不在，在这树林里面，路边里面的绿蛋里面。哇，好可爱！我想把它带回家，但是我怕它。我不会养哎，怎么办？有没有网友在线帮我解答的？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病啊？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啊？我不懂这个，我没养过狗，好可爱哦。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啊？快点告诉我！线上等答案，线上等答案，我该怎么办？